少女的主题曲其中的一首，我们那个中文的翻译叫做《永远常在》。那我们来欣赏一下手风琴大乐团的一个演出，谢谢。第二首呢，带来这一首，也是这个宫崎骏的其中一首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哦，叫做《伴随着你》，其实是这个《天空之城》里面的一个配乐。
介绍一下大家成员哈，陈湘瑜，从彰化来的，对不对？王水老师，王水老师是从内蒙来的，满洲里，大家大概距离一万公里有没有？差不多一万公里，就是好，然后接下来是王怡静，从高雄，然后吴同梅，也是从台北上。然后岳信，从高雄，王安，从基隆，他说他44年前学习手风琴，开始玩手风琴就是在台中师专嘛，就是在台中的时候开启了他的手风琴的这个爱44年的这个爱恨情仇这样子。王安从基隆过来，曾国书呢，从台北，魏轩从台南，陈勋是从高雄，立文就是台中的，台中，然后德维是从台北，大家从北中南各地组成的一个乐团，谢谢大家。